也是不，我不穿秋裤，然后我不穿秋裤的原因也跟他一样，我觉得紧啊，对，我觉得里面穿秋裤，外面再穿裤子就很难受。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连裤那种加绒连裤啊？姐姐有，兄弟，你把链接给我，我回去买一下。所以就是千玺也有这种烦恼，就是里面穿秋裤会觉得有点紧。夏天我觉得我你回头这样，我觉得你回头把链接给千玺一下好吗？好的，找到了一个同伴。小天本来想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超黑色，把你懂的。你觉得千玺适合穿什么颜色？那你推荐什么颜色呢？你推荐什么颜色给千玺？我的话，我推荐粉红色。千玺外面穿个牛仔裤，里面穿一个粉红色的加绒裤袜。嗯。我觉得你在搞事情，小天，我觉得你在搞事情。那你推荐那个范丞丞穿什么颜色呢？范丞丞的话我